啊，终于有云铁之类呢，女生可以到云铁的样子。套装一，套装二。哦，神秘双人组，这一代帅的吧。拯救云铁了，那这个局第二关这样子，还是哪件的比较帅？你们觉得？我也觉得是哪件的比较帅。哦，重生之后又有钱了。这升值，直接21K。然后现在打到第几关？75。